其实 ROG 的 C11 这台巨型 ITX 机箱拿到手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起初就觉得体积如此堪比 ATX， 是的 ATX， 我直接跳过了 MATX 这个规格的 ITX 机箱，我拿什么硬卷去塞都塞不满。玩 ITX 的朋友们应该能够理解我这三个字，塞不满会导致心里有多难受。这样的机箱不装也罢，直到在工作室某个角落被闲置了几个月的 C11 终于还是等来了 NV 的最新3090显卡，还是自家的 ROG Strix 型号。和拿到 C11 略显失落心情完全相反的是，拿到 Strix 3090时，我的第一反应则是，哎呦，这个尺寸好像比 NV 原厂版的3090要更和谐嘛，是不是有机会塞进那台什么 C11 的 ITX 机箱里面？事实上，我并没有被这股主板插在显卡上的激情冲昏了头脑。在询问华硕负责 C11 产品的市场部人员是否可以兼容自家 Strix 3090之后，我得到的回答居然是，人子啊，你不知道吗？ C11 的设计师在画 C11 图纸的时候，桌面上就放着一张 Strix 的3090工程样卡的呀。嘿真的，这时候就不得不承认全家桶的产品思路是有多么的政治正确了。不但可以避免翻船，最重要的是在同一品牌不同产品线的兼容性。哦不对，这里已经不是兼容的问题了，而是整体协调优化上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在经历了整个装机过程之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C11 的里里外外。首先 C11 因为是部分铝合金加部分塑料加部分玻璃加全钢板内部材质的这么一个大杂烩，我知道华硕一定砸了不少钱去开模塑料面板，但是塑料始终都是塑料，塑料哪怕结合玻璃也给不了铝制机箱的那种金属质感。所以外观上无论 C11 设计的如何花哨如何电竞范，我自己还是拒绝的。至于那唯一一块的铝侧板，太孤单了，就那么一个面，而内部 C11 则可谓是 ITX 机箱里最有设计感的那一类了。不光是因为自身相对较大的体积可以在空间上做文章，另一方面 C11 兼容了类似3090这样旗舰显卡，无需 SFX 级电源直接 ATX 就能解决。侧面240一体水冷预留位，顶部虽然官方不建议，但其实也能一样兼容240一体水冷。加之还有像模像样的防尘，除了些许结构细节上的设计略显败笔，例如明明顶部都已经兼容了双14厘米风扇，为何就不索性也把280一体水冷给兼容算了？又或是电源的整个安装过程令我感觉比其他所有配件加在一起都要更为麻烦。好了，差不多可以了，毕竟这是量产产品，我们不能以客制化产品的苛刻要求来相提并论，不然就是不公平了。至于非常莫名其妙的倾斜11度的设计，我也不能说它这个设计完全没有用，对吧？至少倾斜之后主板的背面是真的可以走背线了，甚至还藏了一个风扇及 RGB 灯效的极限器。只是总觉得在那么狭小的空间内转点角度，难道真的比不转会创造出更紧凑更高效的空间吗？这个观点上我持保留态度，但我并不想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因为 C11 塞进了3090。3090耶，我又何德何能去质疑一台能塞进3090的 ITX 机箱的内部空间优化呢？ C11 还有个很有趣的设计，就是能做到躺着卧室白发，也能站起来节省出桌面更多的使用面积。这点看似实现起来非常简单，不就是侧面和下面都贴上脚垫完事吗？实则
因为存在风道的关系，特别是这还是一台能够兼容任何旗舰硬件，很可能满载功率远高于你想象的 ITX 机箱。因此是躺还是站，真不只是两边都贴上脚垫仅此而已，最重要的还是不管是躺还是站着，都要让风道畅通无阻且高效不受影响。这方面 Z11 可以说做足了功课，让玩家在摆放的时候可以因地制宜。针对这次 Z11 的装机配件，除了3090之外，本来还想尝试用目前最美280一体水冷的 NZXT Z63 来提升下历来只有实战没有逼格的装机配件的，谁知翻船了。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那样，明明都已经兼容14厘米风扇了，再稍微优化下兼容280一体水冷很难吗？至于侧面，虽然可以兼容240一体水冷的冷排，但风道上我觉得并不合适，所以在牺牲两颗螺丝但也能挂得很牢靠的情况下，我还是决定底部换上猫头鹰 A14 风扇，顶部强行240一体水冷。就这样一进二出。有一点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Z11 的 CPU 风冷散热器允许高度只有130毫米，这个高度我们根本选择不了任何旗舰的风冷塔式散热器。由此可见，这就是一台适合水冷散热器的机箱，不管是一体水冷还是分体水冷，你想要玩的嗨一点，顶部240，侧面再来个240，嗨 CPU 和 GPU 通通一体水冷，还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呢？舞台很大， Z11 可以让你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测试之前我自信的以为风道没有问题，一进二出妥妥的。底部换装上猫头鹰 A14 风扇，设定1100转，顶部猫头鹰双 A12 风扇，设定1300转，肯定用起来既安静玩起来也安逸。谁知3090的发热真心翻船了。 Z11 虽然内部体积大，但因为防尘和相对封闭的缘故，这种开放式散热器的显卡显然让整个机箱的内部变成了电烤箱。除非顶部出风风扇的转速明显提升，以加快排出积存在机箱内部的热流，不然结果就是触发主板风扇温控点，所有风扇全部满速起飞，然后我们就能在冬天将手放在机箱顶部出风口来取个暖了。好的装机视频开拓大家的视野， Z11 就我看来更像是 DIY 品牌单兵作战了许久之后的整机进化中一个产品线的扩张。单单谈论机箱，但是从全家桶或全败家眼的方向去组，似乎又找不出任何毛病。只是玩 PC DIY 的玩家到底应该因为产品好而选择或犯某个品牌呢，还是因为某个品牌好而让你选择或者犯这个品牌的所有产品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这个话题太大，说多了必然会得罪人。我们还是下期节目再见。